环正此约，请奉神旨。幽环正此约。你手带什么饰品？最知道带15%那个吧，那个进攻加15%，那什么蛇戒有点忘了，不是那个。治病救人了，适可而止吧。不破，好狂，是香芒，安安最恶心的是李大侠，就是我就是李逍遥。事不宜迟，天游玄月。曹庆，领命。这边就直接套虚损进去。满堂花醉3000克，剑之所向。这一回合要我吗？治病救人了。冲小技，伤害提高。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不绝。李大侠就是我，治病救人了。追心，幽环正此约。我是带动要干嘛？李大侠就是我，治病救人了。幽环正此约。万物为我剑。请奉神旨。李大侠就是我，再出来，我就是李逍遥。雕虫小技，李大侠就是我。啊，这样就就是李逍遥操作。没有，我这个我也琢磨了很久，琢磨，对，是琢磨。治病救人了，适可而止吧。曹庆，领命。哦，必须要 A 更多伤害。
不绝。少年学剑术。曹庆，领命。想不到吧？幽环，曹庆，领命。等一下，是曹庆吃吗？要三点。哦，这边又没有女性了。要先出去，然后上虚损。事不宜迟，曹庆出了，领命。幽环正此约，将功。这是不是有二洞？二洞也只能死。不绝。幽环正此约。太极，其实应该要让太原去扛了，但是我忘记了。等一下，如果这边要修，再来修。双凯也会被驱散吗？就是李逍遥，双凯被驱散。事不宜迟。事不宜迟，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天游学院又我难打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家都是六七难打，是六五难打。可以先破防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剑之所向。刀剑无眼，不要夸我会飞上天。追击，幽环正此约。请奉神旨。我觉得我要过嘞。这时候我会御剑飞行之后，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，没有人可以逃过我的剑诀。雕虫小技，真的黑科技奇效。但是不该飞，不该飞，这一回合不该飞。那他刚刚是要打单点，想飞上天。我贪心幽环正此约，这好像也还行这样还行。秘密秘密秘密，
是定救人了，李大侠。幽环正子曰：“请奉神旨，不绝。” 定救人了，适可而止吧。幽环，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 幽环正子曰。 就是我前面有几个步骤可以修一下，我想一下。事不宜迟。事不宜迟。雕虫小技。 满堂花醉3000客。 降低。万物没我见。 Oh，fuck you！先降攻，也还好，反正无邪要死。哦，说下去应该会那个。幽环正子曰。 幽环正子曰：“请奉神旨，不绝。”“请奉神旨。”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想不到吧？曹庆，事不宜迟。 曹庆，领命，制定救人了。追信，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 哎，神啊，我过了呢！请奉神旨。少爷的剑可不是浪得虚名。啊，辛苦辛苦。毛毛有影天剪了，叫煮水浪。 然后稍微给他看练，看一下练度。说明天的冰创，可以去陪男人了。度长这样啊！李逍遥科技值得参考。这样子。我有预约全部的创啊。万无可能，创命可以在摆后面点。
我来个毛爪脚，今天有点太硬了啦，你看，放在你身上太久了。好，下面一位。